现在你能看到的是这些毛囊，都被你的这个油脂给堵塞住了。你看，像这些是毛囊，是毛囊。毛囊是什么？毛囊就是这个呀。你看，被那个油是不是那个上面很多油？对，你看像这个这些就是你的油脂。你看你后脑勺也好多。它怎么这么多油啊？ 对的，你平时多久洗一次头呢？你平时多久洗？每天呢？每天都有洗头吗？对呀。你洗头的时候有没有充分按摩到你的头皮，还只是随便冲一冲？有可能没有。Oh God！ 两百倍，对的。你的毛囊基本上就被这些油包裹住了，而且包括你的毛干，它已经顺着你的毛干上来了，看到没？对对对对对，那毛囊被堵住了。对，你是不是做过这个头皮检测很多次了？我天天都在这。对对，所以你能把我的跟其他客人比，你不用客气。好。你把我这些跟其他的客人比较，你说我的怎么样？你的大概在一到十的话，大概在五了，因为我们见过。才五呢。我们到见过真的是很恐怖的。哇。所以我的才一般。对对对对。哇。有的他就是已经很严重了，包括去他去看医生也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改善，因为他没有办法做到深层清洁这件事情。哇。来，我们现在换一个镜头，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头皮角质。 你的头皮非常非常的敏感，对，你可以看到像这些包裹在毛囊根部半透明的这些东西，都是你的死皮。那时间一久就会造成你毛囊堵塞，就像刚才你看到的那样。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你的头皮表面是有泛红的状态，你头皮比较敏感，你对。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你的头皮油分。油分。对。 看到没有？那这个星星点点的这个，这个就是你的出油。你看你每一个出油都在你的毛囊根部，都在你的发根的位置，看到没有？对，像这种油就比较可怕，因为它在毛囊边上。那如果时间久了，你没给它清洁掉，那头发就会越来越细。哇，这块好大呀！对呀，刚刚哎呦，这个哎呦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你的油。怎么这么大？哎呦，我们快点去洗吧。好，我看不下去了，看不下去。好的好的，这个检查下来呢，你大致的问题就分成两个，一个就是油脂分泌堵塞住你的毛囊，还有呢就是头皮敏感度。因为你第一次来，我会推荐你问题比较大的那个。 这个呢是玫瑰精华水，它是可以帮助你舒缓你的头皮，先补水的。好像去修车一样的感觉。过完了这些以后，我们可以再去检测吗？ 可以啊，我们现在呢要在你的头皮上上一层排毒精华，像画画一样。对，我整个头都很凉了，很凉。对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里面都含添加一些薄荷醇，所以你用在头皮上的时候会感觉特别清凉。
们现在把头包起来，要去蒸头皮。蒸？对。什么叫蒸头皮？就是让你好恐怖的感觉，让你把毛囊打开。嗯，对的。这个好。What's going on here? Like something's on fire. This is the weirdest sensation I've ever experienced in my life. Like melting. This is so weird. It's so tingly. It's so tingly. It's bizarre. I feel like my brain's gonna fall out. Like the top of my head is just melted off. It's like a little bit painful, but also like really nice. I can just feel it melting away all of the termites in my hair. Like whatever the those are. You know when you're on the weird part of the internet? I like experience that in person. Yeah, time to go to bed. Watched one too many videos tonight. My scalp is starting to sweat, actually. Liang! Sorry. It's really cold. Ooh. It's really sweet. Wow, that feels really good. Yeah. Mmm, 很爽.洗头的话呢，我们通常会建议洗两遍。然后现在呢，我们用这个按摩梳，把头皮梳一梳。好爽！哇 ，feels so good。So tingly. We're now going to start doing the head massage.
asleep right now. What is that? This is the head massage. Ah, very strong. So tingly. It's like ASMR in real life. Yeah, it's like pulling a little bit. I like the look of this. Oh god. It's so good. Oh, it's so weird though. Oh my god. Ha ha ha.
这个是配音乐的吗？对。Just starts playing Muzak when you get to like the final level, the apotheosis of the ASMR head cleaning experience. Sounds like the music is going directly through my skull. Wow, that's cool. This is like Elon Musk's Neuralink technology. This treatment is really like the confluence of many, many different internet trends all in one. Yeah. 这边有一个仪器，它可以发热。很舒服。今天做的是控油，24小时不要洗头。这个仪器呢，里面含有微电流，它是可以帮助你吸收的。你感觉不到？对，微电流。这个呢，红外线灯，它是可以帮助你修复你的头皮。然后这是按摩仪，再看一看你的头皮。就，我现在有点好奇，但是我又紧张吗？对，我有点紧张。全部都打开了，是不是？哇！你看看你之前的，好漂亮，对。那你看之前是这样的，这是之前的，啊，这是现在的。哇，好干净！你看，大部分都特别干净了，是不是？好漂亮，好漂亮。对吧？现在你的头皮就像婴儿般的，干干净净。哇，而且很发光的。对对对，很有光泽。做完以后，因为我们也有补水的效果在里面。哇，很漂亮，很棒的。对，第一次效果能到这样，就非常非常，已经非常非常好了。太好了 ，Check out Dr. Scalp. Great place.